我今天真是一个能干的人啊，给大家瞅瞅又发现了什么啊。朋友们，看没看到树顶上有两个像猴屁股似的猴头，瞅瞅着这两个猴头长得多漂亮呀。先说猴头不是成对称性吗？今天我是真发现了，看没看着这边有一个吧，哎，这边它也有一个，而且大小长得还差不多，挺匀称的。顶上那两个那个也是对称的。爸，这儿这儿吧，往我这边，看着了吗？怎么能拉高啊？那不是好难够到吗？那不好够吗？不好够吗？它、哎、它不是直上直下的吗？直上直下有大杆子行吗？杆子你看这还有呢、哎、那还有呢，够不着啊，够、哎、对，把这俩小的摘了就得了。那给你爸，你也是有收获，我没有胆儿。你以为你老爹是万能的，啥都能够到、啊、在我眼里你就万能的呀。你那边还一个大猴头呢、啊、这边还一个，这家伙我走进了猴头窝子了。你瞅瞅咱那猴头叫好不好够啊？差不多，那送你个猴头，别生气。我不要，来，你看你看看看，干啥又要上树啊？这个树多结实。找个杆子够不一样吗？我为什么要找杆子够？你们把不听话三个字打在公屏上。嗯，给你。你刚刚那树你咋不爬上去呢？那个树谁能爬上去？扔下去了得了。哎，你接不住，不接咱就，哎呀，好沉呐！薅下来了，扑通就下来了，崩干呢？你看干没干？嗯，干了。哎呀，扔的这个嘴，看这好头怎么样？爬树是不是跑山人的必备技能？都爬，哪个不爬？带杆子谁爬？没人爬。我爸愿意爬，我爸就愿意爬树，我爸见树就想上来。今天是我爸遛腿的一天，哎，我只长了双眼睛，够不着。我的妈呀，这棍子能够着？我又犯错误了，我可怜的小猴头，又害我爸白跑一趟，然后这个猴头我们也够不到了。你虽然不大，但也是我自己够的。不好意思，总叫我爸，让我爸挨累跑过来了。这还有一个，今天在山上遛我爸腿了。哎呀，我这高低得上超市买点好吃的，然后犒劳犒劳他。两个鸡腿儿，那头那两个焦一点的就行。对，嗯，然后还有旁边那个，对。这个有糖饼吗？有几个？六个，拿六个吧，分两个袋呗，一个袋儿三个。嗯。哎呀，今天让你白跑腿了，然后以形补形，咱补一补啊。行。你咬这块咬。我不吃，你吃，给你补的。嗯，吃了鸡腿有干劲儿。朋友们，你们那葡萄多少钱一斤？今天我妈找了一个，让我们自己采摘山葡萄，五一斤哦，朋友们，一块五一斤哦，价格喜人哈。成串，嗯，不成串。我买的，嗯。演技了。啊。怎么卖的你那个鸡呀？啊？一百元一个呗。那抓一个呗。妈在这打听好了，要抓鸡。有他家是养的鸡呀、啊，嗯，大吗？先去买只鸡呀、啊，葡萄都吃不吃都次要，先问鸡来。走啊！哎呦，抓一个行吗？要卖我就拿一个。嗯，过节我先。他给他抓一个吧，咱不行呀，给要一百块钱，咱卖蘑菇，不是说他这么多年认识，他采的蘑菇都卖给我家了，都给送我家去了。抓一个吧，
你要是要也得给你，啊、不就来吧。那咱不是，咱不能说要一个，一百元给这个吧。嗯，没吃了这么多。慢慢吃，我家孩子、啊、那也够多的了。一个星期吃一次。我家去年养十个都没够分，我今天养的、嗯、这不够分。你这养几个月？五月份我养的，也好。这个好。对，脚丫子比较粗。这是母鸡吧？那也母鸡。这里哪有母鸡？我要那个不行吗？你看大关那个大腿的那个，就要那个呗。那个。那好，可以吧？好，就这个。对，那个大关的，对。啊，我给你一百二，我不那啥。不是你回家，你说吃味儿不一样。不是，咱养的可能就是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但是我家不一样。再说你这样，我知道，你要卖自己吃，我知道你不是卖自己的。这大公鸡，这关的，这就的吗？这不八月节的吗？哎呦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我这没事没事没事，能拉住脑袋吗？拉住你，拉住膀子。没有，你脚丫子没进去，脚丫子没进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鸡挺凶猛啊！真的，吓人，它真的不愿意进去。哎呀，啊，这样式的，对，能钻出来吗？拉绳，钻不出来哈。钻出来，这憋不死吗？嗯，真是一个办法哈。憋死当然。那些鸡群。哎呀，我真侥幸，就他被抓走了。你看他们都看热闹呢。啊，你们都侥幸啊！啊，你看，他是不憋不死这样式的？对，你看他靠谁跑啊？他气死了呀！在家再养几天。这几家花开的时候老好看了。闷闷，赶头牛得回家，本来来脚葡萄抓只鸡，你看那还有牛，现在那牛。酸。就这样，就酒精，差一点酒精，就是酒精吧。刚刚打点头。哎呀，最后我们这一行人葡萄没整着多少，买了只大公鸡，也算是没空手白跑一趟哈。主要是奔鸡来的。中秋节的话有好吃的了，个人家养的鸡好吃嘛，正常来说是挺贵的，那样个人家养的。人刚刚说了200块钱都不卖呢。个人家是150。自己家养的那样基本是，明天咱自己家养鸡啊、哦！这准备今天秋天捡苞米，你们啊、哦，完我养鸡啊、哦。120，爸爸茄子，行，中秋节吃鸡，杀鸡吃。